牧师你好，刚才您说的这个是神像人啊，嗯，我觉得用这个像字的话，按照我的概念来讲的话，就是有点不大通顺了。如果是说我的理解是，应该是神与人认同，那个当然是对的。嗯 ，OK， 我们在这里是做一些系统神学里面的神论、人论的一些的表述。不是要你出去讲道的时候说神像人 OK， 我现在故意是效法我的老师富兰姆写书讲课的时候讲的方式。富兰姆会让你觉得他非常保守而又非常不保守，神像人在这里好像不 很不保守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把圣经所讲的全部了解，再加上一些的推论跟组织的时候，你推出来组织出来的话就很不像我们习惯讲的方式。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我开始，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在座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一些不会与很多很多很多教会来往的教会的背景，就是我是，明白吗？所以呢，我们慢慢接触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这里又扯开一点点啊。你会读到两种的书，你会听过两种的讲员，除了传统的以外，一种呢是越讲越乱，就是说他把古今中外所有哲学家讲的关于这个问题的题目都用一句话讲。譬如说有一次我在那个大学讲了个演讲，回应者是一个哲学教授，他每讲一句话先说某某哲学家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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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要说的是，譬如说我夸张一点，譬如说我要吃饭 OK， 很简单一句话，他说哲学哒哒哒哒哒说说说说说，意思就是说我要吃饭。那有些哲学家讲话是这样讲的，每次先兜完全个宇宙然后才讲一个点，然后又兜完整个宇宙又讲第二个点，兜完宇宙讲三个，这个一种是把简单的讲成复杂的。我盼望我所学的方法，我学的哈，从弗兰姆等等学的，是把复杂的讲的简单。但是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是为了简单而简单，是为了造就教会，特别传道人讲道者。我再讲一次，我们从一个比较不是很宽很宽的教会圈子长大，包括我是在一个阿米尼主义的神学院长大的，我们慢慢出来看到一些比较广的东西，有的是把简单讲到复杂，就不晓得带到你去哪里去，不论它的原意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盼望有一些时候你能够把复杂的讲得简单，但是简单不是简陋，甚至有些东西你不要漏掉。在一个漫长的神学学习过程里面，你也得处理一些的啊，你不太习惯听的东西，但是你的立场要稳。 OK， 神与我们认同没有错，高高在上的神与我们认同，那个是指道成肉身，我们还不是讲那个呢，我们在讲神他自己，还没有创造人之前，然后他要创造人，既然他创造的人是他的形象，那意味着他怎么一位神呢？这些都是要处理的，所以不仅仅是与我们认同。假如你说神他的本质上与我们认同，那又走到另外一种的自由派神学的，假如过分的话，譬如说已经回到天家的杨牧姑博士，在911就是2001年9月11号他刚好在纽约唐人街讲道，他就写了当天的灵修的笔记，他说今天我读到创世纪22章，神是不知道亚伯拉罕会如何回应，所以他试验他。那这个就是那种神与人们认同的极端，叫做神的开放，神的敞开性， The openness of God， 那个标准的提倡者是 Clark，
Pinnock， 就是当代神学词典那个写启示的那篇词条的作者，是自由派到差不多已经不是基督教的，自认是福音派的神学家，因为他以前1970曾写过一篇小书叫做《圣经的无谬性》，由改革中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的改革中，但后来变到连神都不是无所不知了。OK， 好，所以我们要避开各种各样的不信圣经的神学，但是圣经里面有讲的，我们要敢去面对，就是这个意思。好啊，第二位，牧师一般提到厄利根，他会想到就是他一般提到厄利根都会提到说那个他以完全跟非完全神来区分圣父与圣子，那因此也间接造成了这后来的亚流派。是，那不过像我们一般如果听到这种说法，其实在现在来讲很容易就会视为这是异端，那为什么厄利根还能够在现还能够被视为的神学还能够被视为正统的呢？他自己认为他是正统对吗？还是伯克夫说有人说他是正统，他自己认为他是福音派，所谓福音派的正统的。不是，我说就一般 整体教会而言还是会把厄利根视为正统的。 OK， 好，为什么一般的教会或者一般的神学老师们或者写书的人呢，会把厄利根还是放在所谓正统的，总之放在教父们，他不是教父啊，他不是牧师啊，他是哲学家，为什么还是放在这个正统的这个大河流里面呢？对不起啊，下面那些话都是老黄卖瓜，不要随便出去宣传哦。整个基督教宗教里面最对圣经依据的是改革宗。改革宗的神学家里面第一个伟大的是加尔文，一直跳到康德之后，就是19、20世纪最伟大的护教家是范泰尔。因为范泰尔会指出古今中外所有以人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的，把人高举的把神降低的任何一派他所接触过的哲学跟神学。那这种的立场呢，事实上自从加尔文1509-64，凯伯1900左右1890年代，到范泰尔写书的年代1930-80年代，这个是标准的改革宗立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标准的改革宗，不是每一个改革宗牧师都是标准的改革宗牧师。好了，在改革宗以外，有我们主内亲爱的、敬爱的其他派别，威斯理宗的阿米念主义，浸信会是参办的，宣道会、播道会、时代论、弟兄会等等啊，这些是相信圣经无误的这个大圈子。坦白说，在这个大圈子，就是相信圣经无误的大圈子里面，对哲学最有研究而且还有回应的，多年来是改革宗，特别是威敏斯特神学院。我说嘛，这几分钟都是老黄卖瓜，都是自己要标榜自己。所以在我念书的年代，1970年代，你只要跑去三一神学院，而不是改革宗的播道会的美南浸信会，你读到圣经论跟护教学的时候呢，不免老师会定一些改革宗作者的书的，大家公认的。后来呢，他们开始不客气了，所以你在三一神学院读完一个旧约博士呢，你不会碰到霍志恒这个名字的，因为Walter Kaiser， 他的学生们就是历代华神的旧约老师们跟包括院长两个呢，他们所学到的是一个比较泛泛的福音派。好，那这个是圣经研究。回到你这个题目，为什么我们还是对厄利根很有好感，很有敬佩？大部分的牧师跟神学老师是没有研究过哲学的。我是指去那些很高深的神学院读完的牧师，也是没有研究哲学的。教会历史系统神学跟护教学是一般的神学生毕业之后第一个丢掉的笔记，第一个忘掉的三个科目。我坦白说，我是教这三方面的科目的。
所以在这方面真的去把它挖到底，说啊，那你看哦，当人高举自己的理性、自己的科学、自己的经验等等的时候呢，就会变出这么多种的西方哲学咯，这么多种的中国哲学，这么多种的印度哲学，这么多种的伊斯兰哲学咯。那呢，这种的整理的功夫做的最后的是范戴尔，把它再整理一下，才能更加清楚的。目前是弗兰姆，有些比较靠近，但是没有那么的一致的，符合圣经没有一致的以神为中心的，有 Wolterstorff 等等，啊，差不多是改革中的。好了，但是呢，我们以前呢，我是成长在一个神学院，连校园都很像贵校以前的校舍，慢慢增建之后又很像贵校的目前的校舍，啊，在一个安静的环境，本来是平房，后来又建的高楼，神学上又很像。华人的神学教育自从清末明朝，明初是是西方的圣经学校的抄本，那西方的圣经学校是对神学院一种的反动，神学院呢不好，灵命不好，他们应该多讲信仰不对才对啊，他们一般不讲这句话的，因为他们没有对哲学研究嘛，他们说灵性不好的。我们呢是读圣经、祷告、传福音，读圣经是为了讲道吗？等等啊，我是在那种的神学院长大的。但是不论你是圣经学校，你毕竟称自己是神学院，那神学这两个字呢，就表示你在四年或者三年的课程里面，毕竟要有旧约、新约、系统神学、教会历史、护教学，然后一大堆的实践的，不论是教会论、教牧神学、讲道学、布道、辅导、宣教、个人布道等等等等。你一间神学院毕竟要有这么多的科目吗？包括最想要避开的系统神学和护教学，你毕竟要有，那怎么办呢？哦，拿些书来咯。所以某些老师就临时充当，一充当就三四十年咯。I mean, 福音派的基要派的神学院里面有很多教系统神学、教会历史、护教学是硬着头皮去教的。OK, 好了。那然后呢，出版社呢，我们一般都是敬而远之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哦，这个自由派的，那福音派是，我是指五十年前 ，OK， 那我们，哦，浸信会出版部，哦，那个是保守的，福音正主协会就以前的正的，哦，那个是保守的，啊，宣道会啊，我们知道唐金辉牧师很好，啊，宣道会的出版社我们是信任的，啊，报道会出版部，哦，儿童哲学我们是相信的，我们一般都在那个圈子里面，目前还加上这个种子出版社等等 ，OK。但是人家自由派的神学院怎么开课，自由派的出版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已经叫富桥出版社，这么多的历代基督教名著选集，这么多，你做一个临时充当的教育历史跟系统神学的老师，你买什么书啊？就是买那些书嘛，以前没有什么富路灯啊、富兰姆这些书的，以前没有的。所以呢，逐渐逐渐我们敬而远之自由派，但是福音派里面就蒙叉叉的就开始搞系统神学、教会历史、教育史、护教学了，也就是说呢，没有那么一致的反对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跟神学，除了范戴尔那种的改革中以外，连伯克夫都没有范戴尔那么严谨的，他讲话很客气的，他讲的而你跟不像范戴尔讲的，不像我讲的啊。好，举个例，校园出版社有一本书叫做怎么教的，什么历代神学精华什么什么，怎么教的那本书，基督教神学啊，是麦克夫其中一本早期出版的，不是神学手册，是跟那本同时出版的，有点像基督教神学的
名著精华，大概这样子一个题，有精华这个字的啊，就是清加个草头。那本书的差不多第一篇文章头四个字就翻译错了，叫做神圣自然，英文是 divine nature， 应该是神的本性。那说明什么呢？还有包括福德基督教义史，你看我每三行就会改一个字，每五行改十个字，因为我们整个福音派对哲学教育历史这两块是最陌生的。 OK， 好，以前是很陌生了，现在呢，曾几何时与我同代的聪明仔开始跑去读哲学的博士了，哲学的哲学博士，系统神学的哲学博士啊，我是读历史的哲学博士等等。我没有把我自己包括在那一批的聪明仔里面哈，啊，对不起，很不谦卑的说。总之呢，我们的信仰立场一般都是说，我们信祷告、读经、重生得救、信耶稣啊，等等，过圣洁的生活。而我们对启示论、神论、人论，甚至罪论，坦白说是蒙查查的。OK， 我们的救赎论有我们一套，不一定是改革中的，总之我们有一套，我们守住这个。但是另外那些呢，人家在辩证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直到哦，突然之间同性恋合法化的议题来了，连那些跑到很远的都开始收回来了。有一点感谢同性恋群体，让我们那些比较自由派的福音派的牧师神学教授们会两步，不然他们会继续推过去的。 OK，我看到过去40年来呢，就是同性恋这个议题让最离谱的福音派都却步，都回过头来。但是其他的课题，而立根这些的啊，什么人的灵魂是先存的，基督的人性是先存的，哦，那一般的教派的牧师就会问，这个是信仰问题还是神学问题啊？意思说神学问题的哦，让神学家去搞就好了，我们是传福音的哦，信仰问题不行，我们要知道问题是信仰问题跟神学问题是同一码事，只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的启示论啊、俄立根啊、什么一大堆那些东西放在我们所关心的范围里面。那我这样讲的话，请记得我是喝这种奶水长大的，我是他们的儿子、孙子等等，或者侄子。诶，你们唱了这本赞美诗，主编张宝和牧师就是我的爸爸的学生，新加坡神学院以前的院长麦希珍老师是我爸爸的学生，我爸爸跟他的学生年纪差不多的 ，OK， 差不了多少。我爸爸28、29就开始教书，很多次他们是超龄的神学生，本来应该18岁、20多岁，因为1949的缘故，所以同一代 ，OK， 我是喝这种奶水长大的 ，OK， 所以我会唱你们的《奋兴盛世》里面那首。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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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第几首？第五首，谢谢。啊，我是喝这种奶水长大的，但是我不要讲到天马行空的哲学。假如我在天马行空的话，是为了讲一个 point， 一个结论，是对教会有盼望，是有造就的。为什么俄立根很多人对他有好感？就是因为好像校园出版社这种出版社没有看到出版一些信仰立场烂的书要付的代价。对不起，我指名道姓的校园出版社，华神出版社从第一本到第39本我都可以说阿们，直到最后呢，那10年连他们教室开始变着之后出版的书还有一段时期是非常好的。那譬如说以色列民族史，他们出版了，我介绍推荐啊，不是后来的那些。这个意味着我们整个福音派的防线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我在1983到85年注意到，我们以香港为大本营的福音派的神学跟出版社开始信仰变质。我跟很多老牧师讲，他们说很好，撒母耳啊，感谢主，为你感谢主。谁采取行动呢？
很少，偶尔我现在可以讲了，他回了天家，突然之间陈中道牧师，你知道他出版很多圣经注释的话，突然之间他寄了一张支票来给我，支持我什么，这么老人家大人物寄一张支票来支鼓励我，就是我看到一些的老人家他知道我是教派的，虽然我是改革中在威敏斯特毕业，讲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懂，但是我推回曾经无误，他们是明白的。但是与我同代的或者比我年纪大大概五年的，很多人比我大五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1945到51年这六年很多人跑去台湾跟香港，再过一两年婴孩就诞生了吗？我妈妈是1950才爬到香港，所以我是比他们年轻几岁的。OK， 但是我的同代是福音派的防线崩溃的年代，今第一次用这个词，福音派神学老师防线崩溃的时代。我的老师们，不论改革中浸信会 ，OK， 时代论不分派别的。圣经无误末世，大家一起来写书，一起来出版，有好几本的，其中一本叫做《圣经的什么与权威》啊，还是什么《圣经永活神的话》，种子出版社的，你去看那些作者都不是不一定改革中的，异口同声的，那个防线不见了，所以很多的议题上，一条一条的，这个海报在崩。在这种的情况，或者我不应该等到这个情况的，在这个情况发生之前呢，我已经看到我们改革中要跟时代论的主内的兄长们联手合作维护圣经的末世论无误，哪怕我们很多方面看法不一样，剩下我们两派了。OK， 这个答案又是争执的。牧师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辅救的问题，辅救神辅救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可能是跟刚才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有关系，就是当我们看到希伯来文化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文化的这样他们的那个文化，他们的习惯和圣经中所体现出一种观念是一样的，比如说希伯来文化中希伯来人的文化，它也是以右边为大，以右边为尊贵，或者是以和圣经一样也是以东方为就是最主要的那个大的那个方向，是这是希伯来文化，然后它和圣经中的神所提出的那些语句是观念是一样的。那么那到底是希伯来人他是根据圣经中神的根据神的启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圣经，根据神的启示来这样定下他们的文化的方向，还是说他们本身是有这样的文化的下来，然后神辅救这个文化来写来完成圣经。短的答案版本，长的版本答案。短的版本是 I don't know， 不知道现在北京腔上面我不知道不知道，对不对不是不知道，是不知道。这个北京腔纽约时报说开始消失了，不知道。长的版本 OK， 长的版本是这样的，又是改革中范泰尔弗兰姆的学派的版本。神掌管一切，包括他在人类多了之后，他老早就预定好的启示的内容，他是怎么来用什么方式来启示的。语言他选了三个，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一点的方言就是亚兰文。文化东方啊，右手啦 等等啊，数字的大跃性等等。神不单单老早知道他写下来的东西会有什么东方右手，五千人不一定五千，可能4999等等，他当然知道，不是知道，他计划如此的。神哪里有这么糊涂，神计划好就是用近东，从 Mesopotamia 亚伯兰的故乡更早的哪里我们不知道，伊甸园在什么地方，大概在那个区，到肥沃的月湾，就是巴勒斯坦加上埃及，神就是用这个地区的文化作为处境环境来讲话，来行神迹，来显现最后到什么肉身。神掌权的，
神这样掌权的时候，他同时让圣经里面有提到的字和概念，比如东方右手等等，他同时让这些字和概念变质，变成启示的工具。譬如说爱这个字 agape 希腊文、okay? 圣经用爱这个字就是跟希腊文不一样，所以呢很不幸只有一本，就是种子新约神学词典卷一，只有一本，英文是十大本还是八十，是忘记了。你就或者你去参考这个圣经神学词典，比较浅很多。一本标准的新约圣经词典，一条词条，小意思四十页，有什么呢？有旧约时期非希伯来文的文字怎么用这个字？二，旧约的希伯来文怎么用这个字？然后经过七十四本一个桥梁，新约时期的非新约圣经的希腊文怎么用这个字？然后新约时期希腊文怎么用这个字？至少四大段，书目小意思两三页，所以四十页不稀奇的。神在这个大环境，就是包括非希伯来文、埃及文、Akkadian、Sumerian 等等等等，希伯来文，还有他的方言亚拉文、希腊文，还有分不同种类的希腊文，神用这些语言，对不起，会用语言来讲话、写东西的能力是神所给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东西是偶然的。但是不要犯一些的错误。你不要把一些异教的概念说成是旧约以色列人应该相信的概念。譬如说，你看我们这里不太远，大概15、20分钟车程，有一位我的母校的学弟叫旧约的，说耶和华有老婆。不是耶稣有老婆好。什么意思呢？那我猜一下啊，这个不是一手资料，也是你们另外一位客座老师告诉我的。OK， 我猜想他的意思是，他会推荐一些极端自由派的书，然后说这本是好书，好书，好书，你不读这本的过不了关的，特别过不了神学硕士以后做老师的那个关的。那些极端自由派的书又怎么说耶和华有老婆呢？我猜哈，我没有去研究。我猜他去研究当时敬拜巴利或者迦南等等其他的宗教，包括埃及等等，那些神是有太太的嘛？啊，有，而且是犯奸淫啊、打仗啊、发脾气等等啊，好像希腊那些神话一样。他们就会把当时外邦的异教的神就说耶和华就是。如此，或者希伯来人认为他们的神就是好像异教的神一样。我猜想，我是用最友善的、最正面、最客气的方法来猜这些学者们为什么会这样讲。OK， 我要讲的是这些概念你不能不知道，而且要懂得怎么去反驳。上帝计划好要启示的，也具体启示，当然就跟异教的是180度相反的。我们为什么读诺斯底主义？就等于旧约的犹太人要面对巴利等等的那种的错误的假的宗教，早期基督教要面对诺斯底主义、俄利根、亚流派等等等等，今天21世纪的福音派面对的跟诺斯底主义关系很大，因为诺斯底主义本身就掺杂了埃及、印度、波斯还有罗马帝国的多神宗教，各种的宗教掺杂的。那今天的新纪元同样的就是这些东西，不过成分不一样，是那个香料的味道不一样但是诺斯底主义和背后的印度教等等呢，今天正在发扬光大。刚才问的问题是，耳力根是吗？
不是。哎，辅救，上帝知道，上帝计划，他会用一些人的语言，跟用今天时髦的名词，会用一些的文化语言象征 symbols 来启示他的旨意的。他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啊，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一般提到这些关注的福音派人士，他的信仰都是在动摇中，或者是他没有感觉到自己信仰在动摇的，感觉到自己正在走出狭隘的教派，面向学术文化社会跟公众空间。新马这里这种的充满在大有人在，中国更不用说。OK， 所以这种的走出教派的聪明仔呢，一般来说他们头两三步会接触到唐牌、李牌、陈牌、林牌、吕牌的改革宗神学等，或者其他的，还有增牌，就是我们这本三版的修订版的修订者之一等等。 OK， 不论他们是听唐牌的、李牌的、林牌的、陈牌的、吕牌的，听完之后有几个啊？这个故事我讲了很多次了啊，旧生都听过。有几个可能，有一种的乖乖的教派就说：“哦，唐牧师讲的我不懂，归正吗？回到圣经 ，OK， 好，回家继续灵修、读经、祷告就好了，传福音过圣洁的生活完了。”这种是没有听懂归正，但是呢，留在教派里面，爱圣经、爱主、爱教会，这一种。当他们自称是归正改革宗教人主义的时候，他们大概不知道自己讲什么的，不过 OK 的，无伤大雅。二，第二种呢，就跑去学正统的归正神学了，或者教本主义神学，或者改革宗神学了。第三种呢，啊，吃出味道来了，胃口开了，广东话说不够喉，喉咙不够，吃得不饱，他就跑去学那些当代最时髦的，也就是今天校园啊、街道啊等等出版各种各样的书，各大书局有售，都可以买得到的。因为唐牌、李牌、陈牌、林牌的改革中不满足他了，因为他没有放下自己的理性的自主，降服在圣经之下，这个是我们的原意嘛。但是他没有看到这点，总是看到教会太过过时了，他一跳就跳到从。对不起，这是真实的故事，从最最最最最保守的教会跳到最最最最自由派的立场，正在我们眼前，跟我们北边的国家在演出这场戏，很悲哀的。你看到一个保守的不能再保守的宗派被自由派，自己不认自由派 OK 的下一代绑架他们的信仰跟讲台，站在我的眼前在演出这台戏，这是一个宗派。其他宗派呢没有这么极端，因为他这个青蛙是慢慢慢慢烤熟的啊，就是说你从上面已经变质了神学院，你下面的牧会的传道人他没有警觉，他也没有老师告诉他们，所以不要怪牧者们，他没有学到，所以呢就乖乖的做好人，继续的在牧会。下面的聪明仔在搞什么事情呢？哦，这些牧者就不知道咯。只是这些聪明仔又跑去跟那些最自由派变质的神学老师去做朋友，连同来真的自由派的福音派人士，你知道他们没事干的，没道可传的，唯有一件事他们知道有市场的，就是毁掉那些信圣经末世无误信徒的信心。因为你假如说明圣经有错，耶稣基督又是又不是神等等的话，你传什么道？你就是在出版社跟大学圈子里面混饭吃就是了吗？对吗？那你们会问的，为什么还在做这些事？ OK， 那我是搞学术，我知道可以的，这种是一个合法的一两行的职业，但是说造就教会就不轮到他们讲了。所以他们也知道福音派的狭窄的教会聪明仔是他们的书籍
讲座的最好的市场。我说这个是一个很阴险的时代， OK， 中国大陆绝对是如此。那但是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所以你不要怕这些一讲的腐旧啊，又外面的文化又来了，外面的文化 的概念进来，上帝老早知道，上帝是无所不不是知道，上帝老早计划好他在这个这块土壤启示他的启示计划，成就他的救赎计划。